欢迎各位嚟到张富贤跑马4:0嘅频道。嗱，啱啱过咗嘅周末咧，就转播咗英国2000堅尼啦。咁咪嗰晚整体嘅水准都算系咁啦。我哋将即系啊，包括会员频道提供嘅 tips，大致上都可以啦。我觉得吓，合格咁啦，虽然样琴晚净到马居多啊，虽然落个雨，落雨路唔好地方就不断好多马退出，咁啊做功课嘅时候谂住嗰啲马褪下一只褪下一只，咁啊即系个影响佢兴趣少少啦。其实咁啊外结国论啲咧，赛事系咪都系咁样？即系千里一变，好多马就系咁退出嘅咧。其系实啊系系啊嘛，系啊，细因个为地，谂住冇谂住跑林地噶嘛，咁啊我想总结两样嘢嘅啫，就个赛果。同埋咧，係嗰場嘅賽事啦。嗱，8場馬之中咧，你如果我淨係計獨贏嚇，原來香港同英國嘅外圍嘅賠率咧，派賽咧係咁樣嘅，有3場係幾乎一樣啊，接近如住一樣啦。譬如尾場嘅45蚊就係等於嗰邊嘅2.7啦，就完全一樣嘅，或者係幾乎已經係冇分別嘅。咁啊，總共咧就有3場。即係相同就幾乎冇分別㗎啦，略為好分啲喺香港嗰度就有2場，咁喺英國好分啲嘅就有3場，即係好接近㗎啦，即係3.22。咁啊，就只係得一場咧係就算係嗰啲差異都係爭一兩個價位啊，即係唔係爭好遠嘅。咁啊，唔好説，譬如簡單嚟講，43蚊同37蚊當係一樣啦，係嘛？40蚊同45蚊。冇乜分別啦，嗰啲好細啦好啦，但係得一場咧，就係香港嘅大熱門贏嘅，就係嗰只征服之王。但係原來嗰只喺英國咧就係次熱門嚟嘅，雙倍啊！個香港派40蚊，但係嗰邊係1.7，即係8倍八啦，十蚊嚇，八十蚊。系咁啊，就係呢個比較特別啲啦。咁可能不都如係学有下個啦。啦，布宜諾香港效應啦應該係咁啦咁啊，呢個就基本上賽果個顯示咧，就係雖然大家個制度唔同。一個就外圍，一個就彩池，到最後大家都係互相影響嘅，即係大家好似我用呢個經濟學，好始終都係有無形的手喺度，慢慢慢慢就將兩個係拉近嘅，咁啊會拉近晒嘅，一定會有差異，但就唔多嘅。同埋咧，我懷疑咧開始咧，個匯合彩池嗰度點解會最後嗰個變動咁大咧？可能個注碼咧，亦都可能根本係。一路香港都系嗰啲买落去都系香港嘅钱嚟嘅，即系直到最后个3、5分钟咧，先至注入外国嘅钱，有可能喺呢度你要见到好多马到最后嗰几分钟咧，嘣好嘣多嘣，噶，就好接近系嘛，好接近英国嘅赔率嘅。咁啊，又譬如我最记得我哋，哇啲马喺英国7、8倍嘅，点解香港20几倍嘅？咁话到最冇后啊都嘛，系嘛，最后诶，最后咩都十七明十七号啊，咁啊拉翻到近嘅，咁可能都系个汇合彩池啦。汇合彩池亦都可能喺英国方面见到一啲，虽然唔中意香港嘅彩池形式啫，见到喂相差好远，系啊，都要都买买翻啊，落买英吓国系啊。即系有咁嘅可能嘅。呢个系我初步嘅观察啦。咁啊投注嗰度好啦，咁啊定系讲翻啦。我哋就跑完英国坚尼啦，咁啊嚟紧咧就礼拜日咧就跑法国嘅1.2000堅尼。咁我哋預告埋啦，我馬喺度預告先咧，就係，OK，好啊。我哋都會播嗰2場嘅。朝早咧就嗰7場日本馬咧，我哋又唔會直播噶啦，但係就會揾阿戈登戈啦。登。朝早咧咁啊一次過介紹朝兩早八三場点心啊！朝早八点，我哋同戈登做直播，就直讲播两场啊，讲两场日佢本嗰马。邊嘅深夜啦，佢不過唔緊要，佢夜鬼嚟睇噶，咁波唔緊要啊！咁就揾佢。介绍2、3場啦，咁然后到夜晚我哋先接力就做2場呢个法国嘅坚尼，咁但系嗱咁讲，香港亦1.2000堅尼冇问题，因为佢性质系咁样，但系法国马名唔系咁嘅，佢根本系叫3歲紅馬、3歲黐馬嘅赛啦即系佢哋嘅佢译法文系咁样嘅，咁但系咧英国嘅2000堅尼咧就系准黐马跑嘅，实际上冇。实际上冇，但赛题系得嘅。但法国嘅2000堅尼咧就系千万唔准步嘅，因为佢嘅名规定咗红马赛。但系英国嘅2000堅尼咧个名系冇，系个奖金多啲啫嘛，系嘛？佢冇规定千万唔跑得噶，系嘛？个赛制即系喺度解释下呢点。咁啊，讲翻2000堅尼啦，我白人嗰两就话输到包尾翻嚟，你点解读啊？
你有咩解读啊？你一路睇唔，有咩？因为嗰场应该系预中作赛嘅。我初步睇嗰啲马啲阵容好似唔系好开步咁样。我估计应该同个场地嗰个影响大啲啦。虽然你话啊嗰只多产巨象系曾经系咩地都好似得，咁但系去到咁即系咁远嘅地喺预中作赛系咪都系得？我都觉得，我都觉得有啲疑问嘅。另一只大熊仔咧，就应该一理可能真系长少少喺现阶段只马嚟讲，我就好中意新王朝啦。系啊，仲作唔到啦，系嘛？但即系大熊仔都输都唔奇，因为佢嗰边都系唔系好热啊，但亦都唔系话即系吹嘘到咁紧要噶嘛，系咪啊？嗰只唔同啊嘛，嗰只根本被誉为喂三冠啊，三冠啊，三冠啊，系嘛？终于唔系啦，咁好啦，咁我都觉佢哋咧最后输完之后咧，依然系出唱喎。啊！我哋呢就系进军打比，我哋嘅打比好大机会赢嘅嘛，佢仲系咁吹嘘嘅。咁究竟系输场地、输路程，呢个根本系唔得嘅咧。咁我想即系在嗰赛前已经讲嘅话，即系小心呢啲一路两岁并唔上嚟，会唔会两岁王唔进步啊？要留心呢样嘢吓。咁当然啦，就一号马即系咩多产咧，就系、是、基本上。是出自大震撼啊！大震撼的马就未证明真的识跑烂地、软烂地嘅，系嘛？吓，即系咁讲啦吓。咁啊，虽然佢系英外马，但系佢老豆嘅影响力咧，或者会有影响都唔定啦吓。喺英国或者欧洲啊，特别英国啊，即系直路赛事啊，特别千二米都系直路，根本系冇得估噶，系嘛？即系你开跑第一场之前。根本冇话估究竟嗰十几只马系点样跑㗎喎。讲埋几场赛事呢，因为嗱，即除咗第一场系转弯呢，轻微转弯，其实基本之后都系直路赛㗎嘛。咁你见我有时佢落緊雨啊，或者佢系即系即系停咗雨，其实佢尾嗰两场又停返雨㗎喎。咁你见佢个跑法又成日唔同㗎喎。因为有可能初期有啲嘅成队堆晒喺赛道中间，有啲咧就零零有一两只就跑系最外栏嗰啲，咁完全唔得嘅。咁跑下跑下，佢哋又即系佢每次个跑线都可以唔同嘅，每一场即系佢冇一个好嗰日就冇乜特定嘅模式，就系呢个跑到中间好跑啊，内栏好跑啊，外栏好跑冇嘅喎。嗰日我见到系强场，大家好似大家骑师好似都系试下喂，睇下呢个地得唔得咁样，唔知系咪因为落雨，可能落大雨同佢哋有啲关系啊？系啊，有关系啊，即系因为始终条跑路咁阔啊，系嘛？即系你即系沙，你见到沙田条跑路阔，即系佢仲阔好多啊嘛。咁你个攞边条跑线系最好跑、最干爽嘅，冇人知噶嘛？啲骑师跑紧或者跑完先知嘅啫，系嘛？系啊，我哋根本估唔到嘅，所以我再讲啊，如果系嗰啲我哋中短途赛事咧，尽量就唔好。做重心场次，就算重心场次都冇买咁大啦，即系我嘅结论吓，嚟嚟紧呢几个月嘅中谷嘅咁样。好啦，讲翻啦，讲完嗰场啦，今日呢个礼拜比较轰动嘅新闻就是、少轰动啦。嗱，呢个遮打杯啊，香港五月遮打杯啦，咁竟然有艾伯宾报四只马，咁当然啦，佢一定唔会四只嚟，佢究竟派一只嘅两只，冇人知。咁点解会咁嘅啦？即系你有咩谂头咧？点解会无端端嗱？佢可以报免费报名嘅，佢话我报咗，我四只都唔嚟都得噶。咁啊系，当然啦。第一个奖金 OK 嘅，第二如果睇翻我已经见佢报咗四只咧，其实捷路之恋都系周围去跑嘅，捷路之恋。咁如果佢呢场香港而家佢都有千二万只港纸奖金，我又觉得都喺比起相对欧洲嚟讲，我又觉得佢又值得考虑喎。同埋嗱，你咁讲亦都咁讲，我哋以香港平咧，即系2400嗰场啊，个作为指标啦。好多欧洲马喺呢场系喺即系以佢2400米，佢哋基本上计到实力嘅，即系佢知道香港啲2400米嘅马个实力可能好一般嘅啫。因为第一嗱，香港几可跑2400啊，数嚟数啱啱先皇太后区跑人2400。咁你作为啲欧洲可能佢系一二三级马过嚟跑咧，随时扫你嘅、哦。如果你喺二三级嘅赛事跑到呢场奖金，我又觉得又系值得谂嘅、哦。但系唔知点解过往系冇人考虑啦。咁当然啦，佢要估到佢要识跑，即系香港嘅快地，好似快地先啦。即系预计嗰啲时候未必一定跑到变化地嘅。譬如以头先都系讲以捷路之恋为例，佢美国又去跑，周围都去跑，咁我觉得呢啲马问题唔大啊。咁但系有其他嗰啲，我就反嚟嗰只。环宇巨峰点解过嚟跑？我又唔系好，唔系好知喎。即系觉得呢只马应该唔应该过嚟跑？即系觉得佢应该都系今年其中喺欧洲大赛其中一个
即系主角嚟嘅，咁冇理由过嚟香港噶。咁我觉得嚟嘅机会，我觉得有机会会嚟嘅。我觉一得来一回啊，佢直接坐飞机都10日8日啦，你要检疫啊嗰啲咁样啦，系啊，系咁啊。都要18日，其实就点解会咁做我都唔知啊。如果冇记错，已经好多年系啊，我都冇冇呢、接這见，个。冇即见过。系呢、這个我印象佢中嗱、嘅。香港嘅赛制，因为行咗嗰个真系，我哋去咗佢哋叫嗰、那个part one 啊，佢哋叫 part one， 即系嗰、那个即系世界赛马嗰个 catalog 嘅 part one 嗰度咧，你就所有嘅1至3级赛都一定要 open 嘅，啊，即系 part two 就唔同啦 ，part two 你去到嗰度咧，有啲系open， 有啲唔 open 咁，就系咁所以咧就咩咧？香港打俾4岁马咧，佢已经。由以前香港个 group one 咧 ，domestic group one 咧，就撇除咗呢、這个就冇咗呢个 term 噶啦，啊，即系讲到明系唔准你外地参加，咁样安排都合理嘅，唔紧要。但总之呢个遮打杯就 open， 就好多 open 咗几年都未，实际上唔会有马嚟跑嘅。系、哎、啊，即系可能几年疫情净系呢个国际赛同女王杯嘅啫嘛，其他中间一级赛都得噶，不过亦都唔会有马嚟跑嘅。系、除咗澳门啦，以前即系啊，我哋上就讲过话，即系圣贤之都嚟跑过两次嗰啲咁，嗰啲佢系近啊嘛，系嘛，冇所谓啊，圣贤之都好近啫嘛，坐船嚟。喂，嗰啲你飞喺英国飞10几个钟，来回20至30个钟嘅行程。吓、啊，仲要俾自己俾飞机运费喎，系啊系啊，俾埋你自己嗰个骑嗱，我谂艾伯君未必嚟噶，派副练嚟啦。咁你副练同埋骑师成同埋人马夫嗰啲飞机费同酒店钱要俾噶嘛？当然马主就系即系油王湿碎啦，即系啲都俾惯啦，冇所谓。啊，甚至佢哋可以咁讲，我哋周围飞噶啦，我哋。吓！我哋你坐亚联游航空诶，自己啊系咯系咯，帮衬翻自己，冇问题噶。佢哋都系啊，系飞美国跑都系啦，有乜所谓啊？你知我谂佢真系计过而家以香港而家现时本土啲马2400米，你谂嚟谂去最正宗就系象王其中一只啦。但象王喺英国都唔够佢哋跑噶。你浪漫勇士虽然话系啫，咁但系即虽然觉得2400到啫，佢对本地马得啫，但系对外地马跑2400系咪真系成日对手咧？嗱，呢两只为目标嘅话，咁人哋计到你噶，即系艾伯班。咁當然啦，我另一個覺得，我當然就想當日啦，布宜學飛過嚟跑啦嚇，即、係覺得嚇，即係呢個係我另一個嘅諗法啦，我都係想見到佢啦，見下佢過嚟香港即係跑馬咁樣啊，咁所以我見到又我又唔奇喎、啊，因為嗱你都知過2400米，而家香港平都已經係一係就歐洲隊，一係就係日本隊攞曬噶嘛。香港腿都冇买上嚟困，个奖金又我觉得又可以，我觉得系有吸引力噶。不过我觉得系有机会嚟嘅，佢哋系啊，系啊。正如所讲，你唔知佢究竟系一只一两只嚟啦。哦，当然啦，起码两只嚟先，其中先知啦吓。系啊，咁但系都系好快知嘅，都系好玩嘅吓。系啊，我觉得好事嚟噶。跑完呢个即系打杯之后咧，就香港冇就个马季基本上已经系季尾嘅尾嚟噶啦，再冇晒一级赛噶啦，剩翻两场三级赛嘅啫，咁就叫杀科噶啦吓，咁都起码叫做咧，唉，第一次破天荒，如果系嚟嘅话，第一次破天荒有外队跑遮打杯咯，系啊，我都觉得系咁啊，好事啊，我觉得好多好事啊，咁咧我哋都重复一次讲翻今个礼拜嗰个情况啦，因为呢个礼拜香港跑礼拜六啦，咁礼拜日就嗰个海外赛事，就重复一次，我哋8点钟星期日早上8点咧，就有戈登就会讲2至3场呢个日本维多利亚一哩赛日嗰啲锦标，咁夜晚咧就系法国2000经理赛咧，就我同阿张生就会继续翻噶啦吓，咁咧就预计开赛时间就系嗰个头场嘅。开赛前大概25分钟咧，我哋就会开麦噶啦吓，咁呢个就请大家留意一下啦，好嘛？咁我呢集倾住咁多先啦，欢迎各位网友继续订阅我呢个免费频道，同俾啲鼓励嘅 like 俾我哋，亦都欢迎成为收费会员。成为收费会员嘅方法系可以睇下 YouTube 文字版里边有 link 个 click 入嚟咧，就可以成为收费会员嘅方法噶啦。咁咧欢迎多啲收费会员啦，因为我哋嗰晚都做晒咁多，即系除咗尾场嗰度直播，咁嚟紧所有嘅。欧洲赛事我哋都会大约系咁样安排噶啦，即系希望个多啲成为收会员，可以带你听我哋每一场嘅即场提供啦。我哋今日倾住咁。